硕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人家都在家把饭给你做好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何时来？往家给我点。硕哥，嗯，今天晚上我不走了。为什么？硕哥，我喜欢你。张世兰啊，谁给你的自信啊？给我整这出啊！我是你老板，你就是我请的小保姆。我开始让你当我助理，就是因为我想给罗英子一个面子而已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助理？我花了钱请你啊，你爱看看，不爱看就走人。还有啊，你是个女孩，你要自爱呀、啊。你把衣服都脱了，没羞没臊的，合适吗？陈硕。我不干了，那你得补我钱吧。转了，转了你8000，够不够？我来你这儿，你不把我当助理当阿姨，罗英子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再见。等着，英子，这证明你无罪的那个视频，真的是陈硕处心积虑给咱们的。我把这栏栏给开了，具体什么原因呢？你也不用问，我就是觉得这小丫头呢，有点心术不正，不能留在身边。我是担心他会把这事儿算在你头上。姐，你把锁换了，是不想让我进家门？哎，你别多想啊，我刚刚还给你打电话呢，你怎么关机呀？哎呀，我听陈硕说啊，他把你给辞退了。那你走的时候他给你补钱了吗？嗯。那你打算准备去哪儿啊？反正老周那房子我先住着。周老板把那个房子送给你啊？我住不就是我的？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肯定不行，要实在不行，你就还回我这来住吧。回来当保姆？不可能的了。